恭喜曬大家啊！咁快完成20公里挑戰賽，睇嚟大家都有做開運動啊！係啊，我哋都知㗎啦，越唔做運動就越僵硬嘅，所以有時間咧，我都可以做運動㗎。不過講真啦，我之前咧病情未受控制嘅時候咧，真係唔夠膽踩單車㗎，連坐上嘅單車度咧都有困難嘅，咁更加唔使諗踩咁長時間。葛醫生啊，自從我接受咗生物制劑嘅治療咧，控制到個病咧，我先敢接受呢個單車挑戰咋。咁葛醫生啊，其實我哋個病咧會唔會斷尾㗎？嗱，斷尾嘅研究咧，醫學界不斷咁喺度做緊嘅，有成功亦都有失敗嘅個案。咁而生物制劑咧，真係可以好全面咁樣可以控制到你嘅脊椎嘅發炎啦，同埋所謂嘅共病嘅喎。啊，咁其實生物制劑嘅原理又係點㗎？其實患上脊椎炎嘅原因咧，就係身體產生咗過多嘅腫瘤壞死因子。咁而呢啲腫瘤壞死因子咧，就會經過我哋嘅生物制劑去控制。咁依個係一個根源嘅控制。咁變咗咧，呢啲壞死因子咧就會少咗。咁啊，副作用亦都少咗，亦都有效咁樣控制成個脊椎炎。照咁講，之前所講同強直性脊椎炎唔同時會出現嘅共病，生物制劑唔知道可唔可以幫到嘅咧？而家的確有啲全效嘅生物制劑可以全面控制個病嘅，例如虹膜炎啊、拱膜炎啊、腸炎啊、腸潰瘍啊，或者係牛皮癬嘅。咁病人咧只需要用一種嘅藥物而可以控制到好多個病咧，就唔需要食咁多種藥，咁啊比較會方便好多。咦？咁有冇副作用嘅咧？嗱，生物制劑咧本身就唔會影響個肝腎嘅，但敏感就冇得估嘅啦。咁另外咧有一啲嘅感染咧就要特別注意啊，例如乙型肝炎啊、丙型肝炎啊，或者啲隱性肺瘤咧，我哋事前要做一個測試，睇下個病者有冇嘅。如果有嘅咧，就要問下你醫生適唔適合用啦。師傅明白啦，今日真係好好玩哦，又大突破。不如我哋下次一齊三項鐵人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嚟啊！好，耶！